主要看第一局，因为马龙进入状态比较快，第一局如果说梁靖昆能够缠住，这球就有的打，尤其是开局。是。好，比赛开始。哎，好球。哈网。他们这优训呢，是眼睛多尖呢，擦马能看见。从电视上是吧？就晃了一下。对，一不注意，一般人一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个运气。你看马龙跟梁靖昆打的时候，还是想拼命的用正手，对，用正手去上手。你看戴次还是得怕啊，对对对，一看他次身位，马上手就。对。吃了一个发球，马龙战术还很坚决。对，一看上来战术还很坚决，还是在前三板力求于变和快。所以马龙的变化一定会很多。如果说梁靖昆啊不注意他变化，你很难。对对对，他东一下西一下再抢你几个，一下就乱掉了。对。啊，你对这么优秀运动员，这实力很强的，你一定是要很严谨。对。他不然他骗你，这可以随便给你骗赢了。他一局光捡你五位数，捡好几个。对。打到网上，机会，一个小失误啊。其实昨天解说老师们也都说了，你尽量不能让自己的节奏被对方熟悉，因为对方是要打乱你的节奏的。对。马龙前三板是非常细腻的。打球啊，就像这个频道一样。你有你的频道，他有他的频道，你要跟着他的频道走，你就差不多了。那你要把对方的频道能够慢慢移到你的频道上来，扰乱，对吧？你就有戏了。你看，所以要赢马龙蛮难的。但是刚才马龙上来就说了，他现在是一个鼎盛时期。对，你看他对球的处理，那我该冲了冲，我不能冲了碰我拔一板，有点旋转，节奏好，这个就变化节奏。而且来自每一拍这种压迫感特别强。对，他无畏失误少啊。马龙现在打球才是真正能够感觉是快乐乒乓球。对对对，本身他的技术就有这个能力，再加上他突破了这个内心的最大的这种障碍。其实马龙也是，也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对，我记得从2006年啊，马龙团体赛，那个布莱梅开始带他打。对，哇，这个太一直一走过来，走到2016年，对，里约真正的完胜。对。马龙打乒乓球的这个天赋还是非常非常高。是。对球的理解也是非常深的。就是像我们现在就是外行人可能看的不一定那么清楚，就像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职业这种运动员，包括像这个领队啊彪哥他来讲，应该其实都能明白，什么打乒乓球，一种是打球，还有一种是你能够会打球了。对，你光打球，其实像什么，像梁靖昆他们现在就属于现在是光打球，对，而不是说会打球。是控制对手，就是在你最有保险的系数的球里头，然后还不给对手空间，这种球就是最好的这种节奏了。这个到一个警戒了。对，你看马龙果然上来发动很快。对，上来就大比分领先，而且变化也多。对啊，就是你会感觉这个年轻选手在和马龙对决的时候，就是马龙给对方施加这种受迫性的，迫使对方失误的这种球非常的多。他布局很严密，很严谨，是很有针对性的。攻、节奏、变化、旋转，控制，他掌握得很好。
他先上来就先发个长球，对对吧？让你注意力先下去，对，先下乱一下，对，然后再打短的，让你人上不来，对，不敢拧，因为梁靖昆的反手拧是很好的嘛，不敢拧了，你上不来了，所以这打球都是这种有这种这个战术在里面。所以这好球，你单看技术，单项技术，说实话，现在很多年轻的选手也很好，对，很先进，对。对，但是你要真的打综合，打能力的，打这种经验的时候，那就不是一回事了。对，对，就是他在对决中也能出现像刚才这种好球的这种局面，但整体的统治力就是确实是。对对，你说的统治力这个啊、很关键。马龙上来发第一个长球，其实他也没想赢那个球。对 对，他就是想打乱你。对，对吧？其实他主体还就第一局目前来就发那一个长球，这主体还是发短。对对 对, 对, 对。但为什么上来就发？上来发这两种，第一，比分还没到最后，我不紧张。第二，我上来发，先给你让你有个下马威，让你先下去人，然后再给你打上来，他都是互就是一个牵制你。而且从年轻的选手来讲，要再玩这个有可能是长的，还是短？你看，其实还是短的很奏效。对对，他长的只是牵制你一下。对，来到了第一局的这个局点，嗯。马龙现在守了四个局点，应该拿下这一局还是没有问题的。哦，打飞了。所以刚刚都说了，这个马龙上来开局的是非常好，对，打开局抢开局是非常好，马龙第一局胜率是非常大的。其实也就是压了两分，一直在压两分，对，就是开局那几分一直压住了。这个球很关键，这球主要就看梁靖昆敢不敢人敢不敢扑上来接了。就那一个长的，以后整个所有再短的接发球没有，几乎接的都很差质量，没有给留任何机会啊。而且梁靖昆来讲，他本身摆短就不是他的特长，对，他的反手拧是他整个的主体接发球、而且他的球发的偏正手，还有点长，对，不特别短，所以你拧吧不好拧，你转不来，上不来，对，上不来。但是就看你为什么要跟对手去拆，有可能我上来先等两个短的了，你可能就要长的了，有可能我上来先等长的可能就要短了，就互相去拆。你看马龙这个球反手短了，对，就不跟他最好是这个地方，我就不跟你弄这里，我就不跟你弄这个点，但是最后我就打到你这里了，对，要就是要合钱的时候，你看其实还是这里，又出问题。马龙打球真的很动脑子，你看他你看他变化的发球的点的变化，是就是让我们足球是战术大师，你知道吗？对对对对对，布局嘛，这就是布局，对吧？对，他有很多那种战术，然后把它不同的拼凑起来，组合起来。哦，哇，好样的！你看，打起这样球，漂亮漂亮漂亮，对。对对 对, 对，你知道吧？你真相信他的还有机会。他你看他也可以，就对对着干都行。对，但是你要真玩那个细活，对就在这种对决中可以看到他这种力量的优势，感觉就凸显出来。对啊，对，那这熊大的感觉。这是赞美，这是赞美，超凶。而且你看这个梁靖昆他发球里头几乎就没啥太多的变化，对，基本就这一个点，马龙接起来相对来讲就容易，好拆啊，对对，我想摆短，想拧，想捅长，然后后面衔接也比较容易。但是梁靖昆为什么不发这个逆旋转这个球，一直发这侧旋，这个球其实梁发逆旋转应该也是好球。有的时候像他们这种年轻的，我觉得有时候他可能
想都想不起来。那他大懵了，懵了，上去以后一直被压着，你看，他也想努力，一直喘不过气。但是呢，喘不过气来以后呢，他也不知道找什么机会，所以有时候会懵的。就一直跟着别人的节奏走。对，别人牵着你的鼻子走，等于是。对。就像老师和学生一样，那老师永远给你出题，你永远解。对对对，你解一道题，我给你出一道；解一道，给你出一道。这不就是留指导吗？对。适应了一个赛制之后，马上给你变了。对。这样才刺激。梁靖昆的球还需要精雕细刻，更细一点的。嗯，细活上面，刚才马林说的，这个要去雕刻去了。嗯，把这个雕刻好了，只要他的能力实力，那他以后威胁很大。对，因为乒乓球不像篮球，你有远投三分，对吧？对，你乒乓球这东西是你打个5多回合、6多回合，你可能赢了，他也是一分；你上来吃个发球也是一分。对吗？那你何不你上去，你让对手吃个发球，不更容易得分？对。其实真打野相持，梁靖昆不会说太被动或者太难受，因为他力量还可以，他可以跟你对抗嘛。但是你看他很多球里都是这个两几下就失。对，都是在前三板，他能够打到4、5板以后，他机会就来了。对，能转换到4、5板。哎，这怎么真是？都把脸遮住啊！对他们露出这个横幅，然后这样会感觉支持的感觉更强烈一下。露出脸，大家看不出来是谁的粉丝。对。现在其实这些迷妹现在看球都很职业的，特别专业。在一个比赛中。比赛当中你要是有人喊的话，那边还有还不让你喊，还虚。对，而且他们太整齐了，所以我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你看世界比赛的时候，奥运的时候，我老在组织啦啦队给你们加油，还不让这些迷妹去呢。就是他们这个系统非常严密，一指挥哗一喊，同时一起一停，同时停，以后就应该像欧洲足球赛场这种还有虚声，还有时鼓掌有时虚。你看，真打成这样，对，他不难受。你打成相持，只要不给马龙的正手上位，对对对，那你就好打一些了，就有机会了。马龙的球还是靠前三板和正手，对，他还是正手还是怕。对。你看他拼命侧身了，现在。他得侧身，他不侧身，他对反手他还是感觉不稳。对。其实马龙这个时候想打开局面，还得发长，还得发长。要不你让梁靖昆一点点的靠近球台了，对他感觉就有点难受了。第一局时候，梁靖昆根本贴不上球台，全在后面。逆旋转还不发，就发侧旋。这种球梁靖昆就不怕了。哎，对，这个梁靖昆这个发球为什么他不会忘了吧？我估计忘了啊！我估计忘了，还是怕马龙，还是怕马龙剁他短啊？对，那他应该试试嘛？对啊，你这一个没有啊，打一局半了，那也是你的一个主体发球啊，该试试。你看，一直发这个，对，他可能感觉抢舒服。哦，漂亮。就平，他估计这样的话，小侧旋的话，他认为后面的衔接他好衔接。如果发那个的话，怕马龙一摆他一个，到后面他反而他上不了手，他不知道怎么上手了。但不是，但是你现在发侧旋，人家也是摆住你短，摆你短。对啊、对不，但对于马龙来讲，他摆逆旋转肯定有风险啊。对，逆旋转球肯定有风险，侧旋相对来讲对横板好摆。好摆。哦、好球，手感好，好球，对，这手感太好了。就马龙反好像也给了一个大拇指，给我好像慢镜头感觉啊，好像也给了梁靖昆一个大拇指。这球非常非常难，该回摆的球。
但是回来这么低。就拧下来，你看梁靖昆还是拧完以后的衔接式的主体。对，所以我觉得他不敢发自己想的不好衔接，他发这个呢，他觉得哎好回一下或对对对，好，对他好把台子好把，我估计。好，这几个球下来之后，应该对自信心还是有一定提升的哈。现在8-6，这连追了三分。对 对，还那么发吗？射线还射线。对，还是这么发。这就有了，哇，这个线路，哇，这么打戴宇辉就有机会了。对，这一段呢马宁的变化呢也没有前面变化那么多了。嗯，哎呀，这种高拍对决时候的杀气能够感觉到哈，边打边喊呗。这个球可能对马龙这个心理的调试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那个脚是怎么回事？还小后踢腿儿。在森林里面被灌木丛给绊了一下。可能可以做成表情包。GIF 那种。马龙这局前三板变化太少了，对啊，前三板，所以显得有点被动了。对，因为他还是不应该打太多的相持。对对对。对，嗯，这边还是有一些这些变化里的落点这些东西。全打一个点，现在的小孩的能力其实对也不差的，不差不差。从单个技术来讲。有可能单个就有可能都超过他这种这种质量了。对对，我觉得年轻球员他们能在那种有一些球里面迸发出那种闪光的瞬间，但是好像综合均衡的这种对比赛的掌控力好像还是比咱们主力选手要弱一些哈，就不能够一直保持那个冲击劲儿。嗯，精彩的时候是真嗨呀。这三个球同时也看到那个梁靖昆的一个心理有些变化，嗯，领先了，获胜的希望了，对，领先了，想赢了，对，是吧？所以好几个球他那种算的都不够，都很突然，嗯，是吧？包括一弄以后，这个人犹豫了，对，动作出手也不是那么果断，就是还是想保一点了，想赢了。好，双方来到了9-9。掉的还是很，这球马龙这球接发球接太高了，球接的有点高，让这个一上来直接上来拧了，在举点之前先造造势。嗯，这马龙可以捅长了，全摆短，现在哎呀，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你看，你就捅长的，对啊，可以捅长，是吧？对，他现在对短的梁靖昆已经上来有，已经准备了，有这意思了，有这个意识了。所以你看，他这几个回摆的都很好，就这捅那个长，你看还是奏效了。这时候再果断，马龙应该发长的，发长的我就反拉你，我用正手对你反拉了。对，发短的马龙也站不住位。坏了，发短的粘不住，他其实不太舒服，是吧？他就是不太舒服，还不如就发长的给你生干了。再次来到了局点啊！梁靖昆那个逆旋转还真是忘了，真忘了是吧？一会儿下去您跟他说一下，对，约谈一下。哇！
他感觉他发挺舒服，人接也舒服，一样，对，对吗？对，这个东西你打球在场上，是，你肯定要你自己可能觉得不一定舒服，但是对手也不舒服。这个时候他敢发一个，没准就赢了，因为这种关键时候，对你变一下，对啊。那你现在这个时机一过，可能又不一定了。等你假如说这分要落后了，你更不敢变了，更不敢变了。你领先你都没敢变，你落后再变，你风险更大。对，其实你打这种现在他是一号这种队员，你就应该有些搏杀，你就敢要变，就敢搏杀。你跟他想着搏那种侥幸想去弄他去，弄不了，打不动的，打不动，四平八稳这么打肯定下风。马龙这球呢要发长的，如果质量他可能怕质量发不出去，对，发不出去人直接抽的他也挺难受，他如果像前面那样发长的质量应该可以，对，哇，他这个他什么，他还是得有这种让梁静芬正手去接他的机会就大，对，他必须发出去一点，靠右，哎，发出去一点，拐出来，嗯，对。那梁静芬现在这个发球更不敢变了，是，因为现在情势已经发生逆转了，现在来到了马龙的区间。马指导今天一直都为他那个不发一直着急呢，现在还不发。这场估计发不了了。完了。哎呦！哎呦哎呦，这个球马龙有点保守，对对对，因为这种球一看马龙站手了嘛，对，下这对吧？按道理站右的嘛，这球一掉完以后，马龙下一板没敢动，对，顶住了。正常他下一板完，就是掉完以后就准备半侧身了，他没敢动，犹豫了。双方刚才从就是第八分开始这个比分交替上，这个阶段很有意思，是吧？观众和球迷最喜欢看这样的，哎呀，刺激，很纠缠。哇，啊，这球打得好，对，但是马龙现在变成对了，没什么问题。马龙肯定想前一分我是发短的我赢的，这一分你可能会过来拧，对吧，你的重心可能会过来拧，所以他发了个长，但是这球梁静芬正好是这个球也等住了，现在这局点是第三次的易主到了咱们熊大的手里哈，对，看看这个球，你看他发这种球没太多的这个上手的办法，真的梁静芬今天要输了主要是发球，对，那个球没发，就是没发出那个球来，我就感觉就是想赢我没那么容易，是吧，那两等于两局了，嗯，对吧，你的一个主体，而且他那个不是他的这些平时不太发，他主体的发球呢，是这个会不会也跟自信心今天的这个比赛状态有关系，不这不可能是忘了呀，他可能怕马龙接的会比较好，就是比较熟悉他这种发球方式啊，这个球你看就拆心理了，对吧，梁一坤拆心理，上一个你发长的你输了，这个你肯定不敢发长了，对，很果断，上来我就抽你了短的，就是发的又短了一点，马龙没拐出去，要拐出去才行。这局真的打出了口香糖精神哈，是吗？我去买点牙膏去。你看这真是忘了，我看真是忘了。他整个自己发球，你这种被人控制死死的，对吧？你完全被人掐死了，你根本就没有自己上手的机会了都。三次领先了吧，四次了，四次了是吧，对，四次了，我估计悬了，这么冰下去这么个机会，那看他后面这个球，他要像前面那个很硬揽，那还有机会，不能犹豫，这个时候也不能有其他想法，大家现在发球都很小心，是，嗯，
挺难发的，因为他必须要拐出去一点，偏正手位一点。对，你还不能出台。对，你还不能出台，对，正手冲你。你看都是带茶网，他必须要压弧线啊，稍微高一点，那梁靖昆就有反手直接抽死你的可能。哦呦！马龙来到决胜局的第三个、第四个局点，有点都数不过来了。前面一个球，梁靖昆摆的挺好，摆完马龙其实那球回的很高的，是梁靖昆这下没下去，没拉出机会来，让马龙给强行转了。其实反手这一下梁靖昆可以下去了，但马龙这个球转的很漂亮，侧身还法拉的直线。这个球我觉得就有点老道了，而且他那个这个节奏这个力量用得很好，他不是死发力的，借了点力，砰，弄个直线过去。对对对，这就是这个比赛，对吧？到这个时候，马龙可以想，他想脖子去了。